哎，给大家看一个惊喜。这一次测试服也是啊，已经开放了所有的威士技能，但是他那个要13号才能用得上。然后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个杰特技能，虽然是闹啊，但是这个图标。跟里面的效果都是杰特的效果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这个飞船嘛，啊，这个也是。这个也是。然后这也是可以看到效果啊。MP consume 就是1000消耗的 MP，时间是30D 乘 X 除以2，也就是说30级就是45秒，冷却180嘛，S X 应该是，要不是攻击，要么就是范围。然后它后面也有个效果，这个应该是攻击的那个敌人上的效果。然后是伤害450加18乘 X，也就是30级就是18乘30，540加450。900多，990。然后 attack mount 攻击次数，attack count 10次，mob count 15个敌人。然后类型是类型一，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直接攻击的那种技能。area attack 是有个范围的。就有个区域的那种范围，invincible 看不见，invincible，not in 什么 buff duration，not cooldown time reset 就不可被这个冷却时间重置吧，这意思应该是不会受到增益持续时间。的一些争议或者一些效果啊，比如说潜能一些的影响，delay 60毫秒，这是它下面那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龙船确实还没有威死，没有确切的去说明。